时隔多日，今天我又来给你们捏泥人了。前段时间不管是捏佩奇还是泰罗，居然都能猜出来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整得我都不敢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我捏的人物，估计99%的小伙伴都没见过，更别提猜了。嘿嘿嘿，老规矩，感觉自己很行，能猜出来的小伙伴对着屏幕猛戳两下。接下来我可是要开始捏了。为了节省大家时间，这次塑造过程加速200倍。这一波请不要眨眼睛，这一波超级帅，看我塑造人物3600迈。面对疾风吧。外形已经塑造完了，都猜没猜出来我捏的是啥呀？不是吧大哥，这叫我们怎么猜？好，既然都猜不到，那么我数3、2、1就放成品，让我看看是哪位小伙伴猜的跟我捏的一样。3、2、1。哇，要开飞机，要电视机，要 CD 机，要 MP3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太贪心，聪明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